沙湖。对面是万达的土豪金，土豪金剧场。这个是武汉最高楼，666，现在500多米。卖普洱茶的，我们经常进的那个路，什么在哪？在秦园东路。哦，这来过没有？没有，这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五角星这里。哎，这里好多花，这里就是花，你看。香的很嘛。你看，我们在这儿。哎，就是每次我们经常进的那个地方在哪里？估计在对面。在离我们家近。是不是东门的？在那边吧。
什么？你看我们那个大门那里啊，沙葫芦应该在不这儿。哎，那边啊，我们要开，我们开到这儿来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在开花。